八哥你要指吗？来。没拿嘞。好，跟你一包也才25块。那你来。哇塞，你真的很意外。哇。哇。哇。你看看。你看看。我叫花圈圈的，而且我根本没找到你了。最后也没抽中一点。哇，真的是很用功哎，值得加分。没有办法，比较没有天分、啊。等一下多去领两个便当。好哎、欸，这是那一张纸的话，我这样写比较好写。跟灯光组借的，所以有时候光太烈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对，就是这样调光也方便。哎，八哥你要纸吗？来。没拿嘞。好，你一包也才25块。那你来。Hello， 我是 Dora， 今天是第一天上班，第一天上班，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办公室。然后我真的觉得这里超酷，我一进来就想说，天哪，这太绿意盎然了吧！就是这边充满很缤纷的颜色，然后采光又好，然后走到那边，竟然还有吧台，在这里上班会不会太幸福？然后你看哦，那边那个玻璃屋就是我们的佑翔哥。佑翔哥的办公室，我开始进去，然后我带你去看，是不是真的很设计师？就里面就是充满了一些企划案什么的，然后就好像真的就是天生为了成为一个就是设计办公室而生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今天就是第一次跟修哥一起对戏。然后一来，我原本非常紧张，就没想到修哥人超级 nice， 就是他很有耐心，愿意跟我们这些小屁孩就是认真的对，然后一遍一遍的对，吃到我熟，然后我们再开始录，然后还会给我一些建议，所以我就觉得天哪，我好放心哦，那个工作人员都很好哦，便当很好吃。